最近呢，老师有粉丝让我给他推荐一台摩托车，重点 CP 值要高，又要帅气，而且价格呢大概在8万多块上下的摩托车，最重要的是 CC 数还是要125的，哎，真难搞。不过呢，还真的就让我找到了这么样的一台摩托车，那就是江湖人称沙拉托的 Suzuki 的 Saluto。在这8万出头的价格里呢，让你买到的不仅仅只有这个意大利设计师所设计的外观造型，还有的就是这个在台湾速克达当中可以说是完全看不到的，在同级对手中更是唯一的免钥匙的启闭系统，还有就是前后的熏黑轮圈跟全车标配的 LED 的照明系统，跟这个非常骚气的红色坐垫。接着就是原车就标配的3段可调的避震，这个配备实在是太超值了。贴心配备的部分呢，就是在这个复古又时尚的仪表板呢，你看不见任何的按键设计，因为原厂呢把按键通通移到了油门握把的旁边这里。这样的设计呢，可以让这个仪表板的使用寿命呢可以来更长的时间。再过来就是你的脚踏的部分，各3条的直滑。这样可以让你在载东西的时候呢不怕滑落，而且在骑乘的时候呢也相对的有一定程度的安定感。那 Saluto 这台车呢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的改装品呢非常的多，所以当你这台车买回去之后，你如果觉得它的外观呢还是太过朴素的话，都可以再去额外的做一些加装。至于它骑乘感受的话呢，我们下集告诉你。